决赛的话应该是一边老的，决赛的话应该是洛丽特随便打福克斯，洛丽特最近打手组没有输过，福克斯的话也是属于小小福克斯，可笑可笑，应该没有什么机会的。哇，绝望的鸭皮呀、啊，绝望的鸭皮，你精灵全部炸完了，都没有浓密彩钱了，这个时候真的手组硬把了解一下子哎。好的，是原地交一个 TP 走了，这一波是一个兵没有死，杀了对方洛丽特一个胖子，然后杀了四个女烈，洛丽特直接在家里哭晕了。哭晕在厕所，3-0，兽族拿到了一个冠军，好厉害！决赛的话应该是一边老的，决赛的话应该是洛丽特随便打福克斯，洛丽特最近打兽族没有输过，福克斯的话也是属于小小福克斯，可笑可笑，小小福克斯可笑可笑，应该没有什么机会了。